今天老婆呢回她娘家了，现在我呢开摩托车送老婆送到下面磨坊那边去啊。现在我俩呢准备开始出发了。快到磨坊了。到磨坊了啊，现在呢带老婆去雪原村那边吃完面再走吧，我们俩还没吃饭，开始去雪原村那里了。现在到姐姐家了啊，你笑什么呢你啊？裤子也没穿，手里面放的是啥呀？那姐姐说饭已经做好了，在这里吃也可以的。哎，他做了什么呀？这样，哦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样，啊，哇，这个是姐姐做的，看，这里面羊肉都有，很好吃，太好吃了，真的。嗯。这个做的太好吃了，看，全都老婆俩吃完了，姐姐做的啊，哇，太好吃了，真的。老婆呢？现在找到车了。你怎么不？我也现在准备回去了啊。哇塞，今天天气真的好热呀，这雪原村。我呢，现在准备又返回去了啊。快到家了，我呢现在已经回到家了。一个人在家真的好无聊呀，不知道干什么了。我呢现在准备开始洗个头发，哎，这头发两三天没洗了，太乱了。然后再喂猪，喂猪啊，再做点饭吃吧。先洗个脸吧。总是给予太多失望，只有再次失去勇敢。啦啦啦啦，你又下雨了，你说你再加点那个饲料，还有玉米粉。
盒。好了，再加点水就可以拿出给微波了啊。我家这头母猪好像有三四百斤了啊，快点，过年的时候杀的。这些也是昨天晚上做的，木火，我俩做的木火，太丑了，直接把这些弄上去了。好了，已经做好了，看，简简单单的吃一点吧。该吃了，该吃了。哇！这个包子是我老婆做的，太香了，真的。这里面加的是土豆，还有肉丝，还有一些包包菜。这个汤呢是四季豆汤啊。